这是几啊？第三回啊。对啊，十月三号1:38左右，双十一地方倒塌。哎呀，可怜。我那个居民蔡大哥啦，啊，伊就烦恼伊的厝14平尔嘛，啊，即马过伊的厝了，已经会当起会到，哦，你讲的占比例六成，伊敢会晓起偌济？14平啊！14平哦，要啊！那只剩7-8平嘛，7平。对啊，还有烦恼啊！伊总有，因个厝就是加油站退休的嘛。伊就较早伫遮附近，遮生活伫遮加油。啊，结果。伊感觉大喇叭的厝俗，伊来买一间厝200几万。对。就是看机嘛，这伊拢无爱接纳居民的意见嘛，伊嘛足气的啊，无可奈何啊，伊气甲挡袂牢，伊群主伊甲骂讲，伊趁二代。哦，甲过咧，真正过，过啦，真的啦，我买啊，我讲蔡大哥，过袂要紧，你有钱人开无？啊，爱偌济？律师费。律师费啊，啊，伊甲讲这情形，爱讲。啊你，你要先认错嘛，跟市长道歉。道歉的话哦，伊可能伊就袂追究啊。啊，结果嘞？啊，伊尾啊，伊甲道歉，伊无甲追究。但是，伊甲判20天的一颗罚金。20天。20天啦、啊。1300块是不是？还是1000块？一天1000块。1000块。伊买啊，伊甲判20天嘛。要2万呢。要啊，爱律师开5万啊，啊，搁开一个2万呢。伊拄啊安尼，有够贵呢，骂人趁二代呢，安尼加迄落呢，安尼开7万甲摆平呢。趁二代，他把证据摊出来就不会了啊。啊，故意人啊，都含我朋友同款，拢不善言辞啊。真好惊这。啊！晚上会喷烟吗？会喷，白天看起来都烟囱没有。OK， 没有事故咯。OK， 对，有事故的话你跑不掉。你看，地那啊，西上弦音啦，因在磅礴，我拢甲收来咧，看厝顶尔啦。嘿啦，嘿啊，漏水啊！那是政府，你差要甲咱签呢？啊，用一摆条件要甲咱签，我要安怎，我都接受啦。处理唔是财产，救水尔咧，甚至无厝人徛，负债都有咧，拢是咧。系啊，要。啊，你我顶晚搁报过啊。台风又被吹垮了。系啊，我搁报过啊。啊，即摆嘛唔知要开支报无？啊，即摆系啊，即摆嘛唔知。足侪人拢安尼，啊，我的经营，我厝顶你也唔是无看的，拢看芒果。对。迄时你着开落讲几十个咧。对无？啊，你要做也毋是，毋做也毋是啊。叫陈其迈要听进去你们声音他有听没有懂呢？糖厂现在租人家做的青年夜市，有无？这青年夜市啊，哎呀，这雅琪亚啊，到时候要撤走。哎呀，我那个前村街都要撤走啊。哦，所以这块原来是恁的预定地，就是讲被撑过来的预定地。对。煞毋知几百岁啊，无都甲安怎？你伫会场遐坐人，搁遐坐警察，你要甲安怎？哦。我气到都用要中风，你知影无啊？我这个人搁性子又急。傲慢的吼。傲慢，真的是傲慢。我无骗你，真正我讲的，当这个天就抓，绝对无白差。韩国瑜执政虽然时间很短吼，有。伊搁会替百姓想。是啊。伊甲亲民，韩国瑜。他比较亲民。而且会替老百姓想，对，阿基妈讲的，伊拢替百姓想，其实做的是另外一套。哦，伊今摆今摆做的根本就是掠夺人民土地财产嘛，讲安个紧啊？对啊，掠夺、抢夺。韩国瑜那时候会这样吗？不会，不会啊、哦。当韩国瑜有帮我们挡一枪呢。哦，怎么挡？伊2008年当选之后、哦阿姨中央经济部一本一准的文阁来，
讲要叫伊去哩台北开会，哎，伊无闲人去哩，伊交代四川八阿姨，简单讲几句话话得啊，就卖阿咪伫啊迄落啊。伊甲讲恁的条件伤歹啦，居民无同意，无满意啦。你大林埔迁村计划重写，哦，哎、欸、啊，四川八阿都叫韩国的交代安尼讲讲的，四川八阿都回来啊。这个大林埔迁村讲了一二十年了，好久哎、欸。确实不容易、嗯、你要把人家一个村子要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是那每一个村子不管你值多少钱都是人家的身家财产，对，那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，他本来就是弱势、嗯、那你今天政府要来处理这样一个弱势的问题、嗯、你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同理心、嗯、你必须要替他们争取、嗯更多的权益，假如说真的真心要替这些老百姓想，是，你可以找到一个，不要讲下台阶好了，嗯嗯，就说真的，我们为了这些老百姓的这个健康，他们必须迁走，嗯，但是他有的要求可能超出我政府的预算，对，那有没有可能？就刚刚讲嘛。这是个政治问题，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、哦、就是专案处理，专案处理有点像特色的专案处理，打开钱给他比较好的条件，是他搬走，对，我跟你讲治水我爸也等到他、哦、要处理这些人，嗯，有这么难吗？10亿-20亿我可能是不是可能都花不了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应该、哦、有没有心要做的问题，假如真的要解决、哦、你要站在政府公务员的 角度来想、嗯、对，我要依法行政，嗯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，我走不了，嗯，因为我去那里我活不了，活不了，对，那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条件，你提出来嘛、嗯、譬如说啊，你提出来的条件他们都提出来比我的预算多了一点，是，那今天市长就是我要去争取这些预算，嗯，可是这些预算争取来以后为什么要发给你，而台湾其他地方不能比照办理特色，哦，好，就是政治手段嘛，所以政治手段政治解决嘛、哦、台湾的问题是政治问题，我们法律解决，法律问题政治解决，所以台湾今天会乱成一团，就是现在的这些政务官分不清楚哪些是政治问题、嗯、哪些是法律问题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，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